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丁申，人生庚戌戊辰丁巳。那这个八字啊，他说啊，人家算命啊，他说他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另外一半啊，真的有这么惨吗？那我们来看看啊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惨？那在这个天干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啊，他的一个八字来讲的话，因为他是戊土，那他是一个戊土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啊，那他的一个官运就是所谓的木，他的官运就所谓的一个木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，他现在天干金生水克火，那天干来讲这时候呢甲乙木会产生什么样？甲木来讲的话，因为丁壬一合，他丁壬一合没有壬水了，那甲庚金就一定会怎样？克甲木，那过来就乙庚合，所以天干的一个官运呢，对他的这个八字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那我们来看地支，那地支呢，我们会发现到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那他的一个什么寅会被生克，生会克寅。那卯呢？卯戌合，所以单单假如讲说以一个什么，假如说以一个官运来看，他这个官运其实走的都不好，他这个官运都走的不好，那他就变成是呢，天干基本上啊，已经是没有得救了啦，天干是基本上已经没有得救了，那他就会变成是说，在这一些组合里面。例如呢，这个他就必须呢要再来一个什么有子水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所以呢他的一个状况各位你就了解到水去生木，那庚金克甲木，但是因为他暂时性的什么丁火是伤的，那我们也知道壬水可以来帮忙，所以各位你就发现到他这个八字或许啊官运确实是出现很差，但是有一个重点出来了，水就是他的财，所以他的财运假如可以维持好往上的话，存越来越多钱，财运越来越好的话，其实是有帮助他的一个官运的，也就是说在时间点他走财运，他的官运会好，那在空间上，那就是尽量呢把他的财怎样用旺，把他的财用旺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他的一个官运自然而然会起来，那一旦让他结婚成了，因为这个八字他是无官的，没有官的一个情况下，官就不再起作用，所以呢一旦他结婚，就是说啊一个时间点让他呢组合出现的，例如啊有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或者是啊庚金生壬，水生甲木的这种的组合八字的一个排列组合出现的，他结婚了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怎样他的一个官运又很快会再消失，很快消失的一个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变成不起作用，那不起作用的时候，这个八字是不是他的官运就怎样变好了，他的官运就会变好，因为他结婚以后又不起作用，所以说反而呢就比较不容易又什么有波动起伏，所以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像这种八字而言，尽量啊用水用水会帮他在那个官运上有所加分，当然另外一个是用火，但是我们会知道水火呢其实是互克的，不可能同时用，那再加上火，你看地支用五火，五位合，四生合，所以其实基本上用火的效用比较低，用火的效用比较低，用水的力量比较大，用水的力量会比较大，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就是用水，然后呢请他多多的去赚钱多多的赚钱，把自己的身价慢慢的累积学会存钱，让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。
官运它就会跟着起来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